人怎么看待呢？这个金友庄可以说是大嫂团的班长，这亲密照片曝光之后呢，这些人夫们都自危了。一直呢反对老婆抛头露面的李维就说，金友庄呢，我叫他大嫂，高大哥是自己的哥哥，要是有人敢动大嫂的话，我不知道他还要不要命。那么过去呢，李罗老婆呢熊家杰被发掘的时候，李罗呢就曾经扬言说他要让制作人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而对金友庄的行为，他说相信高大哥会做最好的处理跟决定。而金友庄其他大嫂团的姐妹也是非常的震惊，像是陈维林，他就说怎么可能呢，这个小金姐是很顾家的。而林秀琴也说无论如何呢，他都力挺小金金友庄了。